今天清理鸡窝的时候，发现这只麻鸡在它的孵蛋窝里面拉便便，然后我就把它的窝换成了这一个不锈钢盆，把那个窝拿去清理了。现在暂时就先让它用这个盆孵着吧。那两个蛋是普通的蛋，不是它孵的蛋来的。它孵的那些蛋我已经转移到隔壁给小黄鸡帮它先孵着了。你看它不适应这个盆，还要在那里扒拉这个鸡蛋出来。看到它脚上的血迹和蛋壳了吗？这是它的犯罪证据。我数了一下，那个鸡蛋还少了两个，被它吃掉了两个蛋。住它隔壁的这只小黄鸡才是一只合格的孵蛋母鸡，它从来不会在这个窝里面拉便便，而且也不会吃掉那些鸡蛋。现在它的底下有好多鸡蛋呢。我把隔壁它小姐妹的鸡蛋也拿过来给它孵了。